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好球，好球！别急呀、啊。操，5-0了。对，这个做。五球，还差一球，看能不能守住。可以。球可以过，人卡住就行了。队友找人呢。一等。
把他传进去了又。耍他耍他。已经开始说垃圾话了。好球好球好球，哎，上过上过，镜头给好了，镜头给好了，啊，收假一啊，高了。没事，我们每次最精彩都是听那个场下评论。好吧，场上都没意思。但他第一脚其实可以直接敲给老左，他非得多了一脚，第二脚就人家扛着身体了，就没办法。你看又多了一下，他应该是提前就知道人大概位置，都应该知道了，不该等拿到球以后再找。对，这个球传得好。他是左脚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走，我来跑步。比赛吗？对对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啊。看人家都是二十多岁的人，对我们四五十岁老头儿。专门来跑步，嗯，这边跑步不错，天气也不错，今天。刚开始啊，快结束，11点开始，嗯，这是下半场了。所以这时候还好，我还要是到5月份11点踢，我靠，晒死了。看 Alex 这边，离往前提，对，
他如果能看到这边或者托尼谁一脚就打到边上比较好，然后再给中间。咱们现在打就是太挤一块了。靠，Gordon，赶快来，快点！换谁？看一下伤，赶快换上了，换上那个谁，老谢。OK。谁需要换下来？快举手！换人举手啊！来，你先站旁边，等着死球再说。我操，这太草率了吧！这走……哎，老谢下，老谢，高顿踢老谢。老谢先顶一块儿，还没死球。不是跑不动了。OK， 老谢，老谢下，高等，也不用管他，你上 ，stop。又开始了。哎，Alex， 你打少杰位置，你打少杰让少杰推上去算了。就不要那个，不要左边前了。我操！六个了是吧？六个，超哥，超了老左的预算。我靠！你终于做手术了。没做。理疗。你没把你美丽太太拿了带过来。就一直带这个坚持。受伤了。有雪茄。伤的严重吗？不严重。大腿拉了一下。哦。Yes。好球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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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射击。挽回颜面的一球。啊，没算输啊，这是个6-1没算输啊。我们进球就算赢是吧？少杰，你又打前头了，你打前头。Alex， 一会儿你看踢啊，少杰为什么你打后腰？你打后腰，你打后腰，你别管后腰。对，14号顶你这个位置。高顿，你打那个左边前。我好，再见啊，好，干嘛？耍脾气吗？这怎么直接最终场打门了？